开冰柜。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什么冰呢？再来做一个纯冰吧，做一个纯冰的碾面吧。好长时间没做了，来开始我的表演。大块分为小块，欧壳，开始制作，开始表演。小块放进去。起火，看棉的不？哎呀，太像样了。哎呀，这也太棉了吧，看着哈喇都出来了，都止不住了。我得先来一口。哎呦我天，好吃是好吃，唯一一点的不好就是它噎人，不好嚼，干嚼不化。前面没路上忘记按了可真愁人。我们又来碎一大盒了，碎一大盒子给它拌一拌，拌成云朵形，云朵形状，完事了，拌完了，制作成功了，先来个几口，迫不及待想吃。干巴巴的，这种干巴巴的老好吃了，口感老好了。声音也是绝绝子。评论区有个寡妇要的瓶子冰，满足的拿冰柜冻上，放冰柜里给他找个位置，老实待着吧，冻了个7期49天，得要看瓶子冰的宝宝还急不呛呢。打开冰柜，看看我的瓶子冰冻好没，靠着大冰柜。哎呀，冻好了，给它敲喽，开始我的表演，装在袋子里。完事敲好了，我们来给它扒个皮儿，皮一分两半，欧壳，完事来了，制作成功，看这瓶子冰白不白，看着就有食欲，我先来一口啊。看我砸的技术好不好，都是一个圆一个圆的。老好吃了，甘甜甘甜的。打开冰柜，天天打开冰柜，做一个绿色棉的看看是什么样的，还没做过绿色棉呢。来了，装进袋里，开始我的表演。一分为二，剥壳，开始制作。小绿块放进去，完事儿。哎呦我去，这条绿色也很漂亮啊！哎呀妈，来了，绿色绵绵，第一次做，我先尝尝啊，我先尝一口。一个字儿香，两个字儿噎人，三个字儿不好嚼。太难嚼了。